Dollar Tree。How are you doing today, Dollar Tree？ 啊，一元店，就是美国的一元店。大部分价格都是一元。我们进去看一看。有人在这地方休息啊。进到一元店，一元店，星期六、星期天，9点到9点，星期天是9点到8点。应该开门了。迎接的是鲜花。这里有很多拖鞋，有很多贺卡，两个是一元，还有饮料，这种饮料都是一块钱，很便宜。这是牙膏，牙膏也是1块钱，还有牙刷，牙刷也是1元。然后找一找有没有，这是化妆的，我要找那种指甲刀，指甲刀的在哪里？那种指甲刀那种盒。这是有这个指甲刀，这都1块钱，这都是1块钱。这是搓的，我想找那种套装，你看这种多么漂亮，看看。知道的西班牙语 Made in China。 一看就是中国制造。中国到了这里边，大部分东西都是中国制造。1块钱。然后我们随便来看一看，美国，在美国普通人这里很受欢迎的一元店。六个1块钱。美国人民也离不开这一元店啊。这是这种充电器，也是一元的。耳机都是一元。一元能办很多事儿。美国的1个小时，12块钱吧，各个地方有点不一样，但是大部分12块，现在正在向15块奋斗了，1个小时15美元，就是你工作1个小时，你很多东西都会有的。这是给小狗弄的骨头，做的很逼真呢。看看这个。这种吃的喝的1块钱，很棒啊，1块钱。然后这个是笤帚，这是喝的 tea， 喝的茶。这是卫生纸啊，纸啊，这是紫盘子、餐巾纸、碟子、拖把。
这是小洗水，漂白水。